这把我们先来个饮血剑试试啊！先来一把饮血剑。淑女在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。二级抓下。给我同学一块钱。没有钱怎么送呢？没有钱能付一块钱是不是？把人杀了给他一块钱。有人用刀，有人用枪，为什么不能都用？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先给他一块钱啊。没钱拿啥给你？这钱赏你了。比如，平 A， 再 A，A 接比如加血，漂亮，给你一枪。这德莱文怎么回事？比如近战砍，再砍两个 ADC。 你叫什么来着？这波先不推啊，这波先等一等。那你这个身份让我汲取了无穷的力量。把药吃了，没扣到就不行了，没扣到就没控制，没控制我们打不了控制。我不用谋生，比如你挺嚣张啊。点我一 Q 耳电，平 A 一刀，没事儿，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怕我可不怕。我差把大剑的钱啊，这能不能出大剑很拖节奏的呀。快点回家，要过来 Q 我呀，来。女警辅助也是醉了。那剑圣不说二级抓下吗？那剑圣咋还没来呢？能扣着不？给挡一手，比如，哎，一死，一过来，比如一枪，平 A 一下，都不用交闪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不值钱。飞升者以为我的同胞是有。
吃一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我已经无敌了。我没闪，玩的 W。我佛了，我一 W 这二连呢，卡 bug 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赵信还打龙，思维音都是些人名罢了。哎，一打不溜，比如，比如一口耳链，再比如，再比如，近战砍，直接给他砍死。怎么回事？谁死了？饭桌啊。你说这个 Q 技能啊，这 Q 技能可以触发吸血，可以触发暴击，但是这个 Q 技能干嘛？不能触发红 buff。我这边能把他俩都杀了。A 接饼，接平 A。能扣到不？看看能不能扣到一个。扣到了好冲吗？这平 A。突突突突一口耳的拆塔，不就是吸血鬼吗？那吸血鬼又没有皮孩，没关系。给钱都不要，也没死，干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别死了啊！我们俩把下塔拆了。赛道没有朋友，赛吧，这就是一个很赛的英雄。哎呀，我打不了，没有打不了连击呀、啊，吸血啊！哎呀，来个饮血剑，攻速还，暴击。我说他怎么跑那么快呢？他二速血呀。
家园烧成了平地，所以别指望我会听人指使。俺们刚才连个皮鞋都没有，好像。严达利是个好头，他教我怎么用枪。你不用害怕，我跟你旁边呢。学会了杀人。干啥呀这？这德莱文连我连击点都打不来就死了，没办法，我这蓄区有点高。哎呀，找一个能让我打出来连击点的人吧，比如说这瑞文、赵信啥的。太送了，这德莱文老心态爆炸，老送什么人头呢？你说你心态爆炸你可以不玩，你不能老别让你队友玩啊，对不对？那女警还有蓝的，一点血呀。比如加血，别急，闪现走，好，可以杀 ，Q 的，比如他没技能了，这也不咋吸血呀，这大招啊。点盐了吗？没点盐，点盐不给拉克斯了吗？女警把工资装卖了，我这一看下路，我又是要拿一波双杀呀，这哪好意思？来一波双杀，AQW1再W平的，比如呀，没比如出来，比如，比如，A 一下，比如一枪，呀，吸血吧。比如，我现在吸血有35%，来了，吸血鬼。我这老船长了，打赢不是我的目的，征服你就回去吸小兵得了。
别跑啊，跑个屁呀、啊！哎呀，没意过来，给我点盐了，暴击了是吗？哎，这女警伤害有这么高吗？刚刚的圈是什么？脚本？不知道啊。我也在寻找刚才那个圈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有人知道他刚才那是什么圈吗？刚才有一个小圈，又有一个大圈。这还不是我最糟的经历。要说最害人，打个红的，打不就技能吗？不是，有一个小圈和大圈。饰品吗？啊，饰品。挺烦人的，这剑圣抢我人头，拿我双杀。小饰品，哎呦我操，还脚本呢，哈哈。你感觉我打你用脚本吗？配让我开脚本吗？扫一下。这怎么死那么快呀、啊？你不开脚本，你能打得过谁呀？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呗，兄弟。这怎么的？这赵信呢？比如 A A 一口耳链打破了，比如 A 一枪，一口耳链平 A A 一口耳链，比如一枪。哎呦，我死了！来把无尽，这英雄饮血剑确实还行哈，还得来点啥呢？来个春哥吧，我觉得他是稍微得右一点，或者来个蓝盾啥的。咱们来个小蓝盾，二级大招有吸地，二级大招就三秒吸地，怎么的？你三秒还不够你打下一个的那个 S 评分？你三秒之内你。不在三秒之内，怎么说呢？你能一秒就打个 S 评分，然后再打个 S 评分吗？不能啊，三秒你也够用。打蓝，比如，给我个男 buff 吧。算了，男 buff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。这波给大家来一波一打五。他们家没啥控制，我直接打个 S 评分，等个四秒，
死这么快呀？啊，这死的也太快了吧，兄弟，我满血，啥也没打就死了，这吸血鬼。哎呀，看来得来点魔抗了，这吸血鬼打我还是有点疼的。我吸血鬼确实有点狠，他冒着了。我没有魔抗，我再来点魔抗能差不多。我来个振奋。我的饮血剑配合我的无尽西兰刀，然后直接在人群之中突突突。他们又没有啥护甲。还猴哥，别下棋了，没人爱看。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其他的观众，啊！他说你们不是人，看见没？没有人爱看。哎，这瑞文怎么回事啊？慢慢比如你一口打不了，德莱文是吧？德莱文是吧？怎么给彪死了呢？你留个小兵溢出来呢？哎！哎呀，我用我 A 这一下放大呀！来两把斗地主。